坠楼身亡。警方赶到现场时，女学生已无生命迹象，死亡原因仍在调查中。据悉，女学生是著名音乐学校的奖学金得主，曾获拉斐尔小提琴大赛的亚军。她的家人非常悲痛。吃饭了吗？我知道大家都很想念佳慧，我们不但失去了一个首席小提琴手，也失去了一个很好的同学。有没有同学想上来分享点什么？可以是对佳慧来不及说的话，或是对她的祝福。我有话想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佳慧会做出那么傻的事。不过，何先生，你谁是李爹？何先生，你做什么？你为什么害死佳慧？你为什么害死佳慧？把我女儿还给我！你来帮忙！放开我！你没事？你这个杀人凶手！何先生，请你冷静！我女儿死了，我怎么冷静啊？把我女儿还给我！佳慧的丧事已经办完了吗？你要好好保重身体。黄律师啊，我们什么时候上庭啊？我觉得……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没有没有，只是我觉得……黄律师，你有话就直说吧。我不确定我们应不应该继续打这场官司。李雷琼的爸爸是一家大企业的老板，他们聘请的是鼎鼎有名的 TYF 律师事务所，代表律师是至今百战百胜的何子元。坦白来说，我觉得你打赢这场官司的几率不高。那个和什么那个什么很厉害的律师，他为什么肯接这种官司？他不会良心不安的吗？其实这是一场稳赢的官司，他不接的话才奇怪。柯先生，我建议你不要太坚持了，毕竟你赚钱不容易。我可以的，我只是想要……虽然我是无偿帮你打这场官司，不过单单法庭的手续杂费已经是好几万了。如果打输了官司，你可能还要赔偿对方高达70%的律师费，以何律师的名气，
10万块算是便宜了，还有 TYF 的律师团队，零零总总算到来20到30万，是跑不掉的。你说了这么多数字，我想问你，我女儿的命值多少钱？2022年1月13日，学校开学后，我都一个人吃饭。本来以为今天也是，没想到有三个班上的同学突然来跟我坐。听说他们在学校很有名，成绩也不错，我们应该能成为很好的朋友，一起朝音乐家的梦想前进。1月18日，李爹他们约我下课后见面，说要给我看好玩的东西。可是他说好像我没有练习呀，什么东西都没有。你干什么？哎呀，在跟你玩而已嘛。放开我！放开我！笑死人 ！So cheapskate, my maid is better than this. So poor, still study music. 生日这么可怜，你不是你妈生的吧？这样都开心，好搞笑啊！你也太可怜了吧？生日只是面线啊。2月28日，李爹他们对其他同学还是一样 friendly， 为什么偏偏对我是这样？放我出去！我想了很久，还是不知道我哪里得罪了他们。4月24日，他们太过分了，竟然把我的小提琴藏起来，我受不了了。我终于鼓起勇气跟老师说了。佳伟，谢谢你告诉我这件事。不过老师有点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欺负你。我也不知道。你爹他们平常也没什么奇怪的表现。我也没听其他同学说过。老师，你不相信我吗？当然不是，只不过这件事我是第一次听说，需要点时间才能查清楚。如果你真的跟黎爹他们不合，就暂时离他们远一点。你也知道，我们就快期末考了，现在不是谈论这些的时候。你现在应该把精神全放在考试上。你是奖学金得主。8月15日，老师帮不了我。Cedric 叫我不要管 Lydia 他们，专心上课。两年很快会过去的，可是我要怎么不管？他们天天来找我麻烦，我每天都过得很辛苦。我好不容易申请到全额奖学金，如果让爸爸妈妈知道了这些事，肯定会要我退学。他要去哪里找那么多钱还给学校？我不能告诉他们，他们是帮不了我的。成为小提琴家是我的梦想，爸爸妈妈才会那么努力赚钱栽培我。我的人生只有小提琴，放弃小提琴，我还能做什么？
我觉得好累，我想去一个只有音乐快乐的地方。佳慧，你安心的走吧，爸爸已经找到律师了，一定会帮你讨回公道。何律师，我们是柯佳慧的爸爸妈妈，求求你不要接李家雄的案子好吗？我女儿真的很可怜，要是被人欺负才会。何律师，律师小姐。求求你，不要！求求你帮帮忙好，你们不要这样混起来吧。何律师，我知道你从来没有输过，只要你不接这个案子，我们会感激你一辈子的。何律师，是啊，求你帮佳慧，帮帮我可怜的女儿吧。何律师，我求求你了，律师，求求你了，何律师，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帮帮佳慧，何律师。你有为自己伸张正义的权利。但别人也有无视你的自由。世界上有太多的不公平，不是多悲伤、多么的愤怒就能逆转的。正义女神蒙蔽双眼是为了维护公正，然而我闭上双眼就只看到你啊，等我啊。我们的 birthday boy 要睡觉喽。嗯 ，Daddy， 为什么没有灯？哦，我看是灯泡坏了，没事。可是我怕黑，我今晚要跟 Daddy 妈咪睡。又要跑来跟我们睡？哦，我看灯泡肯定是你弄坏的，对不对？啊，对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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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确实啊。是不是啊？
证人 Cedric Ong 刚刚说，被告 Lydia Chong 曾经发了一个视频给他。影片的内容是三位被告一起欺负死者，我们现在就来播放。不过，在看影片之前，我希望大家能够做好心理准备。停，错了，重来。Cedric, why so late? 你们搞什么鬼？佳慧喜欢你，我们才叫你来。对啊，我们在帮你们呢。你们太过分了！佳慧，把衣服穿好，我们走。你敢？你忘了你 daddy 在帮我 daddy 做工啊？只要我随便说一句，你 daddy 就会被开除了。我们在帮你们，你不领情就算了，那你走啊。但是。要走，你自己走。对不起。继续啦。这段影片清楚地说明了两个事实：一，霸凌确实有发生；二，霸凌事件和柯佳慧的日记细节吻合。反对原告律师一直用霸凌这个指控，刚刚那视频。只是柯佳慧跟李烈雄等人打赌打输了，柯佳慧愿赌服输才会脱了衣服拉小提琴的。这只是同学之间的玩闹，或许视频看起来有点过分，但这绝对没有恶意。没有恶意，柯佳慧不是那么想的。2021年1月12日，佳慧是不是曾经离家出走？请你帮我念出日记上的内容好吗？柯先生，我好累，不想再练琴了，怎么练都没有进步，我是不是该放弃了？可是爸爸还是一直逼我练琴。我真的好痛苦。佳慧在练小提琴的过程遇到了瓶颈，失去信心。身为父亲的你不但没有关心他，还一直逼迫他，导致他承受不了压力才会离家出走，对不对？柯先生，对还是不对？他离家出走一个晚上，早上回来，你对他做了什么？我打了他一巴掌。你女儿离家出走一夜，他早上终于回来了，你不但没有关心他，还打了他一巴掌。我是因为担心他，所以他已经17岁了，不是小孩子。你不担心你这么一打，他会再离家出走吗？我是他爸爸，我担心他在外面遇到坏人。你是用打骂来教育孩子的吗？不是，我从来没，我不是这样的。佳慧在日记上写的清清楚楚的，他是因为爸爸逼他练小提琴，承受不了压力才会离家出走的。回到家，爸爸不但没有关心他，还打了他一巴掌。柯先生口口声声说他爱女儿，支持女儿，但是在佳慧的日记上写明了，如果他告诉爸爸他在学校被欺负，爸爸妈妈帮不了他，反而要他退学。由此可见，佳慧在家里一点都不开心。更有一种可能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的父母对他要求太高，承受不了压力，最后才反对。反对被告律师对日记的内容做出揣测。刚刚原告律师要大家相信日记里的内容都是真的，怎么现在不让大家相信了呢？你这个坏女人，
你怎么可以昧着良心说话帮那些有钱人？你怎么这么恶毒啊？总结来说，死者柯佳慧不只是一个压力来源，在他的遗书里完全没有提到我三名当事人。如果单凭刚刚所播出的视频来判断柯佳慧是因为承受不了压力而跳楼自杀，那至少有一份准确的精神报告来说明死者的精神状态。单凭一段视频来做结论，对双方都不公平。反对，反对被告律师明知道我当事人的女儿已经去世了，根本不可能做出什么精神报告。虽然没有精神报告，但是验尸庭已经裁定柯佳慧是因为蓄意自杀致死亡，不存在他杀嫌疑。柯佳慧自杀那一天，我的当事人都在学校，根本没有跟他有任何接触。如果说到嫌疑，那天只有他母亲跟他在家里，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合理的怀疑他母亲才对呢？你老婆，老婆你怎么了？老婆，起来。你为什么乱说话？你是不是冷血啊？老婆，老婆你怎么样？苏律师呢？以后这里就是我的办公室。你好，邻居。我有事要跟何律师聊。杨律师你好。不用那么拘谨，叫我 TY 就行了。听我徒弟说，你和他一起接手张浩辉的案子，虽然是第一次合作，不过你们相当有默契。怎么样，他的案子没想象中那么容易吧？一切都在掌控中。那就好，有什么问题可以来找我。怎么你跟方律师都这么关心张浩辉的案子？那当然，他在 TYF 工作那么久了。是吗？我没听凯森说过，倒是听凯森常常在我面前提起你。凯森出病，我刚好在卢森堡，来不及赶回来参加。当我知道你来了 TY 之后，我就一直很想见见你。凯森他很尊敬你。我的学生很多，可是得意门生也就只有那几位。我一直很想感谢你提名凯森为合伙人，谢谢你一直这么器重他。凯森是个很有能力的律师，我对他的期望一向很高。听说你在 TYF 的表现也非同凡响，凯森来不及当上合伙人就走，或许这个梦想你能帮他实现。我没想那么远，再说公司朱律师和苏律师的资历都比我资深。你们的表现我同样期待。真的不知道你们是同学又有业务来往，你叫我怎么相信？你们根本就是同流合污，是我所带出来的徒弟。这么多年的师徒情，你是这样看我的吗？师父你说过，袖手旁观是人性，
可是这件事，我不是局外人，我是你徒弟。你不帮我没关系，我会自己找证据。凯森，凯森，你还是认为他进公司是为了调查凯森的事？当年他进公司的时候，我就有这个想法。现在，我更加确定他的动机不单纯。继续观察，但记得不要做得太明显。官司结束之后，一起去吃个饭吧。你确定官司完了之后，你还有胃口吃饭吗？有你在，怎么会输呢？怎么样？好啊。那你想吃什么？我去定位。不必，来我家吃吧。好啊。有女人味，不知道你今晚准备了什么，我就带了一款白的，一款红的，总有一款能够搭配你煮的菜。进来吧。哇，终于看到你和凯森的家了。之前你们 housewarming， 我临时有事。需要帮忙吗？快好了，你先坐一坐吧。那我先洗个手。不是第一次来我家吗？怎么知道厕所在哪里？我猜的。开玩笑，我朋友的家格局也是这样。那不是下厨，煮了简单的意大利面。你当了二十几年的家庭主妇，区区一盘意大利面应该难不倒你吧？我已经不是家庭主妇了。Jess， 谢谢。好吃。你怎么不吃？难道下了毒？开玩笑的，我习惯先喝一杯才用餐。需要帮忙吗？不必。你站的位置。就是凯森咽下最有口气的地方。
对不起，勾起你不开心的回忆。没关系，反正人又不是你杀的。希望凶手可以早点抓到。想什么？想看生。想他干嘛？只是有点感慨，他以前也常跟我们一起来钓鱼。人又不是你杀的，想他做什么？他不该死的。人生下来就是会死的，大家都一样，没有什么该不该的。逝者已矣，生者如斯，本该如此。不过看似是死于非命，很多事情原本不该发生却发生，要放下，实在不容易。想不到这个朱伟那么神秘，网络上除了他在 TYF 工作的经历，完全找不到他背景资料。社交平台？嗯，一个都没有。不过除非他是外星人，只要还住在地球，反走过必留下痕迹。我拜托我英国警察朋友找到了这份机密文件。什么文件？你看了肯定会大吃一惊。他杀了他不明，客观来说他是受害者，同时也是加害者。什么意思？当年他从学校放学回家，遇上了强盗，闯进他家杀了他的父母，他为了自卫杀了那个强盗。竟然有这么一段过去。嗯，一般来说，小时候经历这种事情，心理上肯定会产生某种创伤。可是我在他身上完全感觉不到。理由很简单，他被警方扣留的时候做了一个心理测试。什么测试？精神变态者的心理测试。When a normal person sees words associated with positive or negative emotions, the brain will automatically generate a response. However, psychopaths will not. We will not see any difference in the electroencephalogram, just like this young man here. What was the most touchy thing that your parent has done for you?Nothing. If they are still alive, what would you like to say to them? They are dead. I have nothing to say to them. Do you regret killing the robber? Why should I? Because it's a human life, and he had family and friends. So? I'm neither.
Isn't that funny? What is? He was twice my size and probably twice my age, but I managed to kill him.他是一个杀过人的人，另外我还查到一件事，就是当年帮朱伟打赢官司的那个律师，你也认识吗？是谁？EYF的TY。杨涛。看来这个朱伟一点都不简单。EYF的F就已经够厉害了，听说TY啊，就是方律师还要用，竟然一枪不想打。每个人都有嫌疑，就算不是凶手，也可能是同谋，甚至是指使者。 什么时候才会醒过来？跟我跟你说说话。